吃的就算，还要干活。我可是一家之主，负责赚钱已经够辛苦的了，干家务这种事别叫我。谁想办法？不关我的事儿。糟糕，怎么能让他们大扫除呢？这个还要让洗洗呢？要洗也得爸爸来洗，爸爸来洗。哇，爸爸，你也要加入大扫除吗？对对对，鞋子放这儿，一会儿爸爸自己洗。这个太重了，舅舅来，别砸到你啊！我放好了，一会儿擦。好的，舅舅，那我接你吃饭。这个雨伞太久没用了，也许大概可能生锈了，爸爸来。好的爸爸，那我去擦别的。还好没被发现，不然肯定被那只猫子给赶出去。咦，沙发上的抱枕有脏脏的味道，好恶心。有抱枕，来，糟糕。咦，蟑螂有细菌，小孩子不要碰，我来我来。还算林大雄有点良心，终于帮忙开始做家务了。还好还在吗？这个画有钉子，很危险，爸爸一会儿擦。舅舅来。这样下去不行，迟早被发现。林大雄，你快过来帮我搬一下这个，我都快累死了，还叫我帮忙？老婆，你们不要再大扫除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又想赖小偷来？今天不放点血是过不去了呀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都别大扫除了，全部都交给我。真的假的？你会这么好？当然是真的了。这个我今天刚发的奖金，你带孩子们去吃大餐，去学校乐园玩，回来保证家里干干净净。爸爸真好，舅舅，你给他们自食自杀。那我们去啊，去吧去吧，我保证完成大扫除。爱死你了，孩子们走，咱们出发。耶，我爱我爸，耶，我心上好呀。为了藏一间私房间，我容易吗？我一会儿还得一个人大扫除呢。你们给我支个招啊，藏哪可以保住我的小金库啊。